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我是玩乐哥，你这局我是 Joker。真的找不到像我这么爱做任务的小丑了，每次我都最认真，任务起码都做80%以上，尽我的全力。哎呦，我以为五号要杀我，不可以杀我，五号不可以杀我。哎，反正我以为一号要杀我。哎，不可以杀我，很烦呢、双刀是怎样还变错？这一局真的是哦，牺牲三个好人的啦，乱七八糟，真的是。哦，警长变我啊，然后我跛脚了，先拍一下尸体。那个通讯中断，然后我到的时候七号人样就接好了。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，我现在正在大厅这边站着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很怕那个小说狼人现在一直都没有出来。对，我现在要保好人的名额。我的任务还剩两个，我一开始就是拉电线，餐厅大厅。骗人骗人！厅拉电线，然后就去储物间那边储水。一定要抓到一狼。然后我刚刚在餐厅接电线的时候，有遇到我拍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九号在扫地机器人那边，十号也在那边打游戏。我打完游戏之后，我就要回客房的路上就被派过来了。通讯中断是我解的，然后我解了好多任务哦，我好像只剩两个任务没解而已。我还有在观景台上传数据，竟然没被刀。先刀九号吧。九号有说话吗？有。不是我。先投九吧，先投一个吧，要输了。我跛脚了。因为我投一啦，怎么可能投我啊？不是跟张一章不是我。九号先投一个吧，我会投九吧。好啦，要输了。投九。你好。哦，九号是好人，完蛋了，死定了！哎呦，哇，猜错了，146，你们好讨厌！猜错，警长干嘛射我啊？四号干嘛杀我？因为我看错，我以为是二号，色盲，色盲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好可怜的玩乐哥女耶，下次再来看我玩游戏喽，拜拜。